反正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。这样子做一份长文大概要做多久？很快，一份长文一两分钟就好了。我是自创，我的那个汤汁都是自己研究的。肠粉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们是有汤的。有汤的肠粉我还确实没吃过。没吃过，我们招牌是醋肉，肠粉加醋肉。那你生个一个上最饭会几份？三四百份嘛，早上6点到中午差不多1点吧，然后晚上5点再开始。旁边是哪个学校？五中啊。最开始是摆摊、啊。对。摆摊摆了五年多吧。哦，还有面的、啊。对，也有面。我只是有很多老客人而已，像以前那些学生毕业、初中毕业，现在有的读大学的，放假都会回来吃。你们可以吃辣吗？加点辣。可以。辣椒我们自己炒的。可以辣。你要加点辣。辣椒你们自己炒的、啊。对。8到9点是最多的，那需要排队吗？这基本上都要排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我一天要一罐煤气啊。这个东西你只要东西塞得进去就蒸得熟啊，所以万物皆可蒸。对，就是太费钱了。一罐煤气现在120。你们小份的肠粉一份多少钱？小份的7块，大份的11。哦，那很实惠啊。先捞一下。对，然后敲个蛋。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，所以创业比较自由一点，但其实说真的也不自由。那没做这个之前做什么？上班。我跟我老婆都是吃货，因为泉州好吃的都在巷子里，小时候吃到现在我都忘了，然后突然哪天刷到我才想起来，哦，还有这一家，我就带我老婆去吃。加什么？好。Yeah.